认为教会的建筑是一种外源的力量，这个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包括这个教会的这些神职人员们，他们对台湾社会的照顾，这个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这个事情。当然要照顾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基本上它相对要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建筑，所以他们就带来他们的所谓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想法，那他们也落地生根，他们也不强求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西方现代建筑这样一件事情，他们反而可以很从容的，就是一种本土的一个务实一个态度来从事于那个建筑的这个活动，把他们的姿态放得很低，就好像他们当一个传教士一样，他们愿意跟人民接触，愿意跟土地接触的那个态度是一样。杨胜神父他大概在1954年的时候，他有方济会的克隆会神差传到了台湾。1954年10月进到台湾，他就1955年4月，他不但台语也学会了，而且他也开始举办了洗礼。杨胜神父为了要盖在金寮盖这个比较大的教堂，所以他就写信给他德国的朋友波姆，所以波姆也就答应无偿的帮他做这个设计。金寮天主堂的第一个概念是出现在1955年12月24号绘制的一张斜角投影图上面。那在这张斜角投影图上面，它已经大概勾勒出这个尖塔跟这个玻璃方盒子的初步的雏形。1955年是他父亲过世的那一年，然后1955年的耶诞夜呢，他绘制了这张他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形式的这张图。这张图就是台湾的这个金寮天主堂。方盒子加上尖塔，作为天主堂的这个造型，波姆其实在德国，有做了6座教堂。那金寮天主堂呢，是他第一个在海外的作品，也是在这个系列的这个教堂里面的第一座教堂。波姆在1986年得了建筑普利兹奖，而建筑普利兹奖是一个建筑师一个终身的荣誉。他的一生做了70几座教堂，而金寮圣十字架堂就是其中之一。Vater so ein lieber Kerl war und weil ich wusste, dass er so kein Geld hatte, habe ich das umsonst gemacht, glaube ich, mehr oder weniger. Und es war ja toll, dass er sowas gemacht hat, ne? Ja, und hat das arrangiert und hat das Geld arrangieren müssen und das war schon, ist das schon ziemlich was, so einen Bau zu machen, ne?在金寮圣十字架堂的设计当中，其实波姆运用了现代建筑几个很重要的元素，包括了模具。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是他把这个方盒子跟尖塔做一个圣俗的分别，这个是他在这个教堂里面的诠释。那第三个部分其实是因为这个房子原本就打算的分期兴建，修道院的部分先建，然后圣堂的部分后建。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设计里面就回应了杨胜神父先把人安顿好，在这个地区开始宣教，然后接着才开始有钱了，再开始做第二期的圣堂的兴建。在研究建筑史，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盲点，就是我们研究建筑的社会，研究建筑的文化，研究建筑的美学，研究建筑的形式，研究建筑的空间。可是有一个部分很少被研究到，或者很难被研究到，但是我认为很重要，就是这个建筑是怎么被盖起来的。那么我们如果不是去看它的施工图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无从了解，只能做一些合理的臆测或者猜测。可是没有证据，你就说不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说法出来，也不可能累积成一种经验。所以这个图的这个用意就在这个地方。经典图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合约期间内，我们大概收集了大概2000多笔的建筑，12万张的施工图，涵盖了大部分我们现在所知道台湾主要的建筑师在1960年到1990年之间的一个建筑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活动的这个记录施工图。这些收来的图，因为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纸张的那个质感是很脆弱的，它是有一种叫做描图纸绘制而成的。那描图纸有某种程度的透明度，那个透明度的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它要去复制，要去晒图，可是它那个纸质很脆弱，
所以它就必须放在一个适当的温度的一个保险柜或保险箱，然后用一种保护这种艺术作品的方式 来保存这些土。所以这点我想我们很庆幸文化部可以重视这些文化资产。波姆在1956年的初步设计图之后，1957年到1960年之间，他还画了细部设计图跟一些细部大样，所以他是一整套完整的图，还加上了结构计算书。所以对于这个案子，他其实是从1955年开始去想这个案子之后，他持续的在这个四五年的时间，他持续的对这个案子继续做发展。其实任何一个建筑从原始的想象一直到最后的落实，其实中间一定都会有落差，尤其是这种异地而做的设计，本来这个德国建筑师在德国想象的事情，进到台湾之后，因着我们的气候，因着我们的施工技术，因着我们的这个地理环境，其实它都会做改变。原本在圣堂当中，它其实是用排列的柱列来作为这个整个会堂的这个结构设计，可是在第一步的初步设计图里面，他就把剪力墙加入了这个结构设计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他是因应着台湾的这个地震，然后把这个剪力墙加入，因为原本的这个柱列其实是没有办法抵抗台湾的地震，尤其是它上面有一个这么高的尖塔。第二个改变其实是原本的图说里面他做的这个平屋顶，在那个平屋顶的下方，我们会感受到那个台南的热度，所以在波姆的第一套的设计图里面，他加了三个细部大样，就是把第二层的屋顶加到这个平屋顶的上方，而且他确保这个第二层的屋顶跟第一层的屋顶中间的空气层能够流通，所以他画了一个细部，那这个细部其实是让那个空气流通，能够隔绝台南的这个热度。在波姆这一系列的玻璃盒子的教堂当中，只有金辽天主堂这个案子是一个四面落地窗的教堂。虽然波姆没有来到台湾，可是他依据着杨森神父给他的讯息，他就把这个玻璃盒子四面全部都开窗，而且是开了大的落地窗，能够让风穿透进来。在一个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的时代，这个大面的开窗其实是对于台南的这种炎热的气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在金辽天主堂里面，它四面的木格窗包括上下两层，它整个光线进来的时候，其实它呈现了一种东方的一种风情。这个红色的格窗在原来的图说里面，它其实原来是做了一个非常简洁的菱形相接的一个格子窗，可是我们知道在台湾其实要做一个菱形相接的木格窗其实是有它的困难，所以它后来在台湾施作的时候，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比较稍微扁平的做法，虽然没有办法达到当时波姆的要求，可是它大概也因应了台湾的这个施工技术而做了这样子的改变。这个木头窗户其实在台湾的气候也还是没有办法耐久，我们目前在金辽天主堂所看到的这个木格窗全部都换成铝窗了，只剩下上排的木格窗还存在着。在原始的这个中塔设计里面，它其实是上面这个 中塔的上面，它其实是用一个混凝土的薄壳来作为这个上面的这个尖塔，下面的支柱它是用钢材来做下面的支柱。可是我们知道在1955年的台湾，这件事情是不可能达成的，所以在第二套的这个西部设计图呢，就改成了木质的构架跟铝皮的屋顶，下面是混凝土的柱子。木头在台湾其实还是有一个年限的问题，所以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尖塔呢，其实是后来利用混凝土再把它做出来的一个尖塔，所以它已经不是当时我们刚盖完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个尖塔。因
为德国教堂很多，所以在德国新建教堂的时候，其实是在各个项目都有很专业的匠师跟技师能够来协助这个教堂的新建。可是到了台湾，其实有很多的部件，包括了这个尖塔上面的装饰啊，包括了这个洗礼池上面的盖子，反倒是因为这样技术上的缺乏，所以杨森神父让了所有的居民一起共同参与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啊，让居民也一同参与了这个金寮天主堂的兴建。我觉得有点遗憾，波姆这个作品是在1960年完成的，也就是在完工启用20几年以后呢，这个作品才透过这个所谓的普利兹建筑奖的得奖的新闻，然后再被搜寻到说，原来这个普利兹建筑奖的这个建筑师在台湾有作品，我们知道的太晚，然后我们来不及从当时的这个施作的这个过程或者设计的过程里面呢，去得到一些经验，也就是说它完全是一个个案状态，在台南的一个乡间。几十年来没有变化过的一个环境里面，它就矗立在那个地方，然后由盛而衰。波姆的这个金寮天主堂，基本上我觉得在台湾也有它相对的这个独特的这个地位。我觉得不是建筑的贡献，这些建是透过建筑所散发出来的这个社会贡献。这点我觉得，这真的是令我觉得很尊敬的一件事情了。就是说，从这些例子里面，我看到了那个建筑的那个社会意义。或是建筑设计所能够散发出来的一种对社会的这个贡献。Ich wünsche mir, dass ich sehr viel Freude habe mit dem Bau und dass sie gerne reingehen, den Menschen eine Umwelt zu schaffen, die das Leben noch ruhiger, besinnlicher, schöner macht und die auch bei dem Kirchenbau vor allem, die einem auch noch die Beziehung zu dem höheren Dasein bringt.